吴信贤昨昏带廖萌子去实验室 ，B 一马上就要抽脐带血，叫阿公，因为安尼才会当建立功劳。啊，不过宝宝伤细啊，廖萌子惊会落胎，就惊吓的想要逃走。拄好许世伟过来啊，伊当场开枪，把廖萌子带走。啊，不过廖萌子因为受到吓惊，结果就真正落胎啊。这个主啊，做出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竟然搁敢硬拗？你硬要逼蒙子抽脐带血，这是害一个囡仔性命，是你们管他的代志呢？阮小妹这么爱你，你竟然对伊这么残忍！这是蒙子跟你玩的，我无白给啊！而且小花照顾嘛无一定老体，对，我承认这是有风险的，啊，不过为着要救阮爸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爸，爸，爸，是嘞，我有个爱丽丝梦啊，我今仔就后悔，那是还是我家己的囡仔，甚至搁毁掉你的希望。阿公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阿公会好，我会去求蒙西原谅，我会当阁生一个宝宝，我相信这个宝宝，赶快是来报恩，赶快当救你的性命的，只要你会当恢复健康，哎，我做啥我拢愿意。你敢真正希望阿公好起来？这是当然的，我唯一愿望就是希望阮爸会当恢复健康。恁就继续做恁拍哪俩，要是唔信随在你，不要紧。我对爸的心意，只我家己知影就好啊。张木剑，恁若真正为着恁爸好，是能做你要破坏伊的希望。你是有白讲啥？我哪有破坏阮爸的希望？是吴敬贤走去病院检验中心偷啊报告影片。你当初我看到你伫边仰，我就知影你高尚派出头，所以我甲你所有过程拢总录去。你是有白讲啥？迄个时阵，迄边根本就无别人。哦，所以你承认你有伫遐等报告。是啊，这唔捌看过人哦，认罪认个遮紧。吴信贤偷偷走，是想要等报告一出来，就马上知影结果。啊，若是无符合，就准拄煞；若是符合，伊就会偷换报告，组织一零捐骨髓给阿公。那呢？原来报告是安怎？当然是我的比率是符合的，伊才准备一份无符合报告，想要调包。讲，你看。一定会成功的啦！啊，感谢天公伯有大保庇啦，让吴惠芳有重生的机会。相公，这比例是符合的。你这份报告是倒位摕来的？吴信贤，你即摆是规个拢乱起来。这份报告当然是检验中心重新印出来啊！你若不相信，会当请检验中心检验几份啊？欢迎你啦！样本还有结果。拢在电脑内底，想要印几份，
拢会用的。你这个不好煮啊！你敢知影？伊的骨髓哦，是你爸爸的救命丹呢！你竟然走去传家去讲，做出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搁互抓到，搁伫遐内哦！你即马是拍什么断绝你爸爸的死路啊？连某你爸爸的活命机会都无！我知我做不对啊！你爸爸爸爸，你跟我拍死！你跟我拍死爸！你怕我？你跟我拍死我！我该死我！你即马是嫌弃你爸爸去了，还阁无决心？伊即马哦，连猪都抓袂起来，你阁叫伊拍你，是要怎拍啦？你哪阁在遮甲忍啊？就是啊，你用爸的手哦，是你家己的嘴皮，实在是有够假。爸无可能拍我，哪里？我著家己拍家己，我该死，爸无。我该死！骂个无话题，感情只我甲家己拍到变低头，大嫂落井下石的尊嘟耍，妈，你嘛差不多就好啊。你到底是阿爱我，将家己逼到满足落台啦？我即嘛是变来阻止你先甲己出皮啦，我若一开始阻止你啊，我唔着阁破功啊！你哦，拍家己拍到死好啊！文轩，妈早你上爱食的肉手胖，还佮有橘子汽水来看你啊，因为唔知你的口味。所以妈是去问你的客伯陈中生，伊甲讲的哦，你即马一定写金金俩妈看，因为妈即马唔是你记忆中的模样对不？是的啦，因为妈有一个变态，改变原本的模样。妈即马唯一人生的目标，就是毁掉伊，折磨伊。等妈若完成这心愿，妈就来去找你，甲你伫天顶相逢。你一定要等妈哦。做完手术，哪会哭到这样？柏林，你哪在这？哪会那么奇怪？走到哪都会遇到你，你跟踪我？我无想要解释啊！你若是认为我跟踪你，安尼我就是。你是安怎要跟踪我？讲话阁这么硬声？因为我有跟踪你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你先回答我。你来罗家家族讨回头前是要创啥？你是要拜相？罗文轩。这个罗文轩，敢不是丁慧官退罗再先生？这个囡仔叫做米姑，伊唔是伫真早以前就出意外死去啊！这个你什么地带？那这个罗文轩跟你并无交缠，你是来摆伊啊？中等的，你莫看前下生一个囝，我是因为前有迄天伫烹饪教室讲起，丁慧宽甲我是同一天出车祸，伊讲伊个囡仔嘛是同一天失去的，
我感觉迄个囡仔非常的可怜，所以我就用一个妈妈的心情，同情这可怜的囡仔，借载一寡点心来看这个可怜的咪姑，那有可能有甚物秘密啦？干嘛呢？卡苏里有这么简单？不灵，你想那个心虚啊？我迄落已经讲啊，你阁唔肯相信？请问，我有甚物理由继续徛伫遮接受你的质疑啊？歹势，无要防备啊！嘛，请你以后莫阁阿对调啊！你莫能愣头青骨啦！我若是讲，我是来关心你的，你要信无？关心我？我跟你缠无到水无流，咱从来都唔有交差。你还加无关心我是要创啥？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啊！蒋大人，你上好是莫过来干扰我的生活。我是恁爸电视炮拍来关心你的。我就是怕你误会，我对你有企图。若无原本，我无拍算要想到我的身份的。即摆总算知影，我想要跟踪你啊吼。你奈看起一点仔拢无意外，还是你早就发现我的身份啊？不是我发现的，是曹云捡到你留下来的手机仔，顶头阮弟家的家徽。所以，阮的幼公，伊应该跟阮爸爸有甚关系啊？阮爸这么侪年，拢无甲我联络啊，是安怎奈雄雄派你来关心我？搁再讲，卡素伊乃真正想我，是安怎无爱直接甲我联络？我手机啊号码一直拢无改变啊！你明明知影客白。当当年反对你嫁予万条万，也毋过你毋肯，你两因为安尼拆破面，从此以后，你就因为感情离家出走，无阁相借问啊！一个做爸爸的，看到家己的查某囝去啊，别人查某人带走，伊哪有可能袂艰苦、袂忍心嘛？你的心肝哪会遮尔凶？卡素伊若真正有偷偷咧关心我，伊应该知影我有出一场真严重的车祸。出车祸之前，跟爸所有有关的记忆，我拢已经放袂记咧啊！就算曹远想要替我补回来，我伫咧地界的记忆嘛补袂回来啊！我敢若知影，我出车祸到复原这段期间，阮爸拢无出现。你讲伊对我有偌要紧，我真正无爱相信啊！客伯哪有可能无关心你？伊一知影你出车祸，伊就着急到袂输爹爹的狗牙，伊想要冲倒来看你。后来，伊知影你失去记忆，偷偷地恢复，伊阁惊伊的出现会影响到你的情绪，会影响到你的病情，所以放弃啊。伊选择偷偷关心你，也毋过你呢？你放弃了后，你敢有联络伊？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恩，你嘛是做人的妈妈，你哪会无法度了解客伯心情？我哪可能了解？我就来了，我只要想到我伫生死的关头，你从来都唔捌出现，我就认定哦，你根本就无想要认我这个查某囝，是讲万条万有阻挡你。